来举办我们第四届鲁台名家联展。那我们的共同的合作单位是台湾艺术大学的书画艺术学系的陈炳宏教授，很开心可以请到陈炳宏教授。请问教授对我们本次的活动有什么期许？好，首先我们很高兴以华夏艺术画院的跟我们合作，来跟山东美术馆是台鲁两地的一个艺术家做一个很大规模的展示啊。那因为这个是第四次的一个合作了哈，那在去年我们的也在这个展览室有一个很大规模的展出了哈。那我们展出的作品集合的山东以及我们台湾各画会跟我们台艺大的一些师长的作品，那其实展出来的一个作品是相当的多元，而且是风貌非常的具有特色。那也看得出艺术家们在书画方面力求精进哈。那因为我们学校是我们台湾算是书画艺术传承一个指标性的学校了哈，所以在这边展出也提供我们学生观摩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那所以我们也都很欢迎艺术家们的作品跟本人来到我们学校。那作为我们主办方，我们也希望这一次活动可以圆满顺利。谢谢教授。好，谢谢。